这个破号没有行李啊，这个号的号主他没有行李，好难受。这号的号主没有行李啊，一想到有些噩梦他佛系只能树他那个破种植，我就想笑啊。嘿，走吧。还给我飞吻啊。孩子们最近遇到记忆力的概率很高啊，六把中有三把都有记忆力，遇到记忆力必须给平鱼啊。哎，看到他们赛后的话语，我非常的感动啊，感觉非常有成就感啊。这个号目前也是7月多，是个 A 牌噩梦，包括快要颠七了的了。啊，鸽子，你知道你的车功底和周杰伦有什么区别吗？啊，什么区别啊？你和周杰伦中间就差这个冯玉善啊。啊啊，什么？你问冯玉善是谁？其实冯玉善是个号的号主啊。这边啊，想骗骑士的技能啊，等下交技能丢着杜家枪破。然后第二下开赌 ，OK， 赌错了。第二下要么是相持，要么是平移了啊，这种就是博弈了嘛。如果是相持的话，你没打，直接也是转进去了。OK， 再猜啊，不着急打，原地发呆，用这个窥探，杜拉先破。因为什么要丢杜鸦呢？因为我怕它是相持啊，相持的话也会有个小加速的，所以说这个杜鸦还是得破。容易装这个混融血者，然后呢不抓了，因为这个骑士他带的是革命啊，而且道具已经被我逼掉两个了，就剩一个非常好抓。我们接着回来开一阶，再接着抓这个骑士，再接着抓他，不会放过他的，接着再抓他。骗技能 OK， 放慢了过去，稍微干两下机子，然后记忆力突然从一个不准的地方突然窜出来了呀！整不震慑，但没搏到，还有一个头盔。哎，猜到了，他看我前面两次用技能破了，是不是这波他会猜技能？猜到了。用平移把这个先破掉，然后再凝视把这个推断给续好。哎，然后这边啊，这边不知道我在干啥呢啊，这边我当时直播卡了，因为我这是边直播边在打，这边是我当时直播网卡了，我在连我那个浮屏啊，发个手袋，但是问题不大啊，一边打排位一边在这。忙着直播的投屏，在这忙着网络的一个问题呢，我的饭。然后接着打拦截。你再不救血量不是很够了？我被打到了。他往回走的话说明什么？说明又有个人来救了。卡卡卡卡卡卡训刀。OK， 完美。再怪怪这个记忆力啊。说不到的不用说，先骗吧。技巧的话不挂了，回过去控场。现在两个人都是残血了，我如果说把记忆力给挂上的话，我打个手语他们可能救不下来人了。但是救不下来人，这记忆力不是代表记忆力要飞了吗？那还怎么活呀？困中秀中场，中场一台，这边一台，这边有椅子，那就是死压这台了，这台基本上还没开。抢机子。哎，碰到了，哎呦，哎，可以，空军车，现在掉下来了。
这个心里不能挂，现在机子已经八出了，不能跟他说了，修了的话这边机子一起，那边重损一压，机子可以够的，真不能着急挂，陈机长，那边机顶起了，啊，然后这时候啊，法师的心里压一挂，挂上之后干嘛呢？啊，虽然说现在人还没有飞啊，但是可以开佛了。虽然说现在人还没有飞，但是你不许救人啊！啊，这边机你不许救人啊！这边我就不喜欢你了，不许救人啊！不许救人！我跟你讲，我把你放在不许救人，把他放机子旁边让去收机，不许救人啊！哎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什么时候碰成就了？然后这边翻过去，极限亮了，但是没有了。把自己挂飞。然后直接传送。然后发现啊，扩充不在这儿啊，这边只有个集结力啊，那这是干嘛？直接开始多动作。开转啊，向这个基地发射爱心光波。OK， 开门，再给他刷点分，刷点千日分。这个破号没有行李啊，这个号的号主还没有行李，好难受。号的号主没有行李啊，一想到有些噩梦，他佛系只能竖他那个破重值，我就想笑了。OK， 走吧，慢慢慢，对我飞呗。